好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五星楼》，表演者高峰、栾云平。感谢大家的掌声，哎，让郭老师再多休息一会儿，歇会儿。这个两个演员说的不错，好，非常的热闹。嗯，站在桌子外边这个演员叫做孔云龙，哎，是，是郭德纲老师的三徒弟。哎，我们一个师傅。桌子里边那个演员叫冯阔阳，哎，小冯，他的师傅呢叫于编，嗯啊，于谦，我说的就是于谦，你说的于编，你听出来了。可不听出来了吗？哎呀，太不幸！那天你不知道，那天我看见于谦了。我说于编你好，他说你好。你看他没听出来，你这玩意儿划过去了。我准备以后管他叫边哥。您老老实管人叫谦哥，不大合适。是啊，这是开个玩笑。嗯，郭德纲、于谦呢，刚才给您表演了几段了。哎，就出来了。一会儿还有一个大段呢，还有 N 多个翻场。哎，对，只要您掌声热烈，他们两个人就给您说。哎，多演。把他们累死，就自当睡着了啊。他给许出去了，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，是吧？嗯，是吧？他累死就完了。哎，今天这个活动还是不错的。这活动好，看这个字写着呢。哎，写的清。郭德纲先生从艺20周年。对，今天就是20周年呢。啊，这么一个忌日。嗯，郭德纲啊，你等走过了，等会儿，什么叫忌日？20周年都这么说，20周年这叫一个忌日，不，纪念日。哦、我把念给忘了。哎，你得把念字说出来。20周年的纪念日。哎，纪念。郭德纲说相声说了20年。20年。不简单。可不。于谦老师。于老师。比郭老师大几岁。哎，长几岁。从艺20多年了。哎。而且郭德纲于谦在一起合作将近10年了。可不。非常不简单。是。我们相声界有这么句话。哪句？叫搭伙3年不火自传。这老话了。两个人合作10年了。是啊。非常了不起。嗯。越来越默契。对对对。后台也勤奋。是。特别努力啊！他们两个人就占这俩字儿，哪俩字儿啊？勤奋呢？勤奋二字，勤奋二字搁他们俩身上再恰当不过。是这样，其中于谦老师啊，于老师占一个勤字，我师父。那么郭德纲呢？嗯，他就是，行了，剩不了好的了。我也是，你让我痛快痛快。您别痛快了，这样你也不错。我呀，你要不拦着我，我都忘了你了。你也不错，幸亏拦着他这。你也是郭德纲的徒弟，是啊，郭老师最喜欢他，喜欢我，我有发言权。您怎么知道啊？因为什么呢？啊，郭德纲在生前呢，嗯，亲口还是忌日，我告诉你，怎么又忌日？什么叫在生前呀？18号他过生日，啊，过生日以前说的，啊，您就说前些天就完了，前些天，哎，对，跟我说过。最喜欢你。是啊，我觉得你也不错。我好吗？你叫栾云平，这是我名字，大有发展前途。我谢谢您。你可以说是前途无量。是吗？就是你。嗯，前途无量。无量啊？怎么了？我这黑灯瞎火是不是？这成语前途无量。前途无量。无量。对，我这人说话爱走小辙。哎，大有发展。前大有发展。无量。你可以说是早晨2-3点钟的太阳。我还是没亮，我跟你说，怎么意思？你都说完了，哎，对，这是伟人说的，说的什么呀？啊，人说的是8-9点钟，是吗？啊，你就不错，我早晨8:20的太阳，我还真卡表啊。反正你挺好，嗯，其实我也不错，是吧？我跟你不一样，哎，怎么不一样呢？你就是此地人，对呀，就是北京人。您呢？我不是了，您是？我不是此地的人使。那您是哪儿的马粪？说话让人心里头腻歪。什么叫腻歪呀？什么叫马粪呢？不是你说不此地人屎吗？这是你说的。不是此地的人屎啊！您说不是这儿的人。240里地之外，哦，我是天津的人。哎，离这不远，在天津也演出啊。是啊，有那观众朋友认识我，嗯，一打招呼把我逗乐了。都怎么说呢？那回啊，早上起来8点多钟，就是你那个时候，你那个时候。什么叫我那时候啊？哎，8:20左右，你不是买断了吗？我没那么大权利。反正8-9点钟，哎，您说8点多，肚子不好受，上这个公共厕所解手去啊！我刚蹲下，门一开，进来一个天津的观众，哦，还认识我，好啊！一打招呼把我说乐了，怎么说的？哎呦啊，姐你妈说相声的也拉屎啊！这叫什么话呀？就是啊，嗯，说相声都不拉屎，受得了吗？嗯，那不得越来越胖吗？啊，还得往下排油，多不合适！打打打。哎，别提，观众朋友跟演员关系比较近，是特别爱开玩笑啊。拿我跟他来说，咱俩人，我们两个人虽然说我在天津，他在北京，嗯，但是我们从很小就认识。哎，对，我是8岁以后才回到了天津，嗯，原来一直也在北京，小时候在吗？他栾云平，嗯，我
还有你那大师哥何云伟，何云伟，李菁，嗯，这我们几个人吧，啊，打小就认识。哎，对，可以说啊，嗯，发小弟兄，发小，那年长的长不了几岁，嗯，小也小不了两岁，一块玩大的，一块长起来的，是，所以说互相了解，嗯，但是今儿跟大家公布一小秘密，您说这几个人当中啊，啊，有一个人人性不好，谁呀？什么？怎么干嘛呢？这还怎么意思？不是，我看你那挤不动眼呢啊！这让你注意，马上要说了。我注意这干嘛呢？这还是我跟你说话，我跟谁说话？跟你说话，你脸冲那头，我跟谁说话呢？有一个人人性不好，谁能说吗？说，公布一下，哪位啊？就是你那大师哥何云伟。何云伟这人太次了。他怎么了？还怎么说好了一块长起来，长半截都不长了，你这还。你气得我肋叉子，你现在还疼？那怨他吗？怨我？你这不应该怨我。别揽这事儿了，对不对？当然这是开玩笑。哎，我跟何云伟爱斗，嗯，没事我就问他啊，问什么？我说你为什么从来不站起来呢？好，他说我就是站着。行了，你呀，睁眼说瞎话，够损的你，一点不是损。嗯，关系近才开玩笑呢，哎，过得着，理儿不歪，笑不来，哎，规律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什么呢？咱小的时候啊，在一块玩，都喜欢相声啊，是啊，成立这么一个相声演出小分队啊，有这么一小队，不是夸他，嗯，人家栾云平怎么样？不到两个星期，哇，小分队队长，嗨，这不大伙选吗？栾队长，哎，对对，您也不错，我跟你比不了，您呢？我是他的队副。哦，副队长，队副就是副队长。您帮助着我，哎，辅佐他的工作啊。后来人比较多了，是爱好者也是越来越多。哎，对，人多了就不能叫小分队了，改了，相声艺术团是个团了。他我两个星期之后怎么样？大伙选他、团长，团长，栾团长。哎，对，您也好，比你差远了。您呢？我是他的团副啊，他是副团长，就是副团长。嗯，老差着一个等级啊。您帮助我到德云社之后，咱这儿在郭老师的领导下，嗯，成立一个什么呢？传统相声整理小组。哎，有这个栾云平，我组长，我是一组长，我比你差远了。你呢？我是他的祖父。你呢？可是我不别扭，我别扭。你都祖父了，你还别扭是吧？副组长吗？你看，你倒说副组长，有时候我是他祖父，有这么介绍的吗？头上的队副、团副、祖父嘛，对对对吧？都是副组长，副组长，人家相声说的确实也好。您这是捧我。何云伟那相声说的也好。哎，那是我一哥哥。这都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有文化的积淀。哎，念过书，要有文化积累。嗯，他就不错。我上过大学。对，你说说吧。啊，你是哪儿给毕的？什么叫哪儿给毕的呀？从学校跑出来不叫毕了吗？哪儿毕业的？对，哪儿毕的业？我呀，哪学校？我是清华的。多好的学校！嗯，哪儿的？清华的。老北京朋友您都熟悉。哎，对啊，离这儿比较远啊，可不，地名叫虎方桥嘛。嗯，湖广会馆斜对面，你母校仨大字，清华的。行了，你就那儿的。我，你是搓戏的，是捏戏的？您说那是清华池。你这写着百年老校，有这个？那是百年老店。反正你就那儿的，你就那儿的，是不是清华的？我是清华大学。清华大学？对，虎坊桥分校。我离不开虎坊桥了，我。爷，您在那师习吗？师习什么呀？师习怎么样？师傅手重吗？你这这这，你都给我扒拉撒了，你对不对？还是搓澡是不是？不是，我就想啊，具体的问一下，您到底是哪个学校？我是清华大学的。真是清华大学，真是校址在哪儿说得上来吗？海淀呀、你看看啊，在那儿学的什么专业？室内设计，多好的专业！嗯，什么内设计？室内设计，那能设计出什么来呢？可是，哦，雕刻吧，雕刻系，你撂下。雕一个郭德纲送给他，你这原汁原味。什么原汁原味啊？各位都听他自个儿说的吧？什么专业啊？我在室内搞设计。你看见？你自个儿说的，念白了是室内设计，正字呢？念室内设计，宝盖一制字。对，室内设计，嗯，装修装潢，哎，电脑操作。用那个软件叫 Photoshop， 哎，工具软件。我看过他工作的时候，是电脑打的熟练极了，哎，还可以。打起电脑来打的溜头。瞧你亮，我这刻毛豆呢，我这。
你眼神不老好的，又不会盲打，你离得近一点。我配个镜子好不好？反正我特别喜欢你，相声说的也好。哎，你又来了。打小一块长起来，对他非常了解。是，大家知道他叫栾云平。哎，这是我名字。郭德纲的徒弟。是，这两句话就有密切的联系。这什么联系呢？正因为他是郭德纲的徒弟，对，所以说他才叫栾云平。真的，就是这三个字是他的艺名。哎，对呀，栾云平是艺名。是是，何云伟、栾云平、孔云龙，这都带云字，岳云鹏都是艺名。嗯，郭德纲给起的。是啊，本名不叫这个。啊，对，对吧？这本名不叫栾云平。今儿这么办啊？干嘛？快过年了，嗯，今儿又是个纪念日，是吧？我在这儿公布一下可以吗？公布啊，把您的原名告诉大家。人家说说，大家更了解你。这不怕什么呀？他的原名啊，我也不姓栾，嗯，姓朱，名字叫朱才怪，就是他。小朱，什么什么小朱啊？朱才怪，不是这名字我怎么都不知道啊？你可能忘了，保守，要不就是不是保守啊？朱才怪、啊，听谁说的？郭德纲啊，那是逗着玩呢吧？他骗我，这名字咱别玩笑行吗？等于没有这名字，没有的是啊。这不，你看郭德纲告诉我，我就信以为实了，我也没较真儿。你他也好斗，这名字这玩意儿不能开心呐。不是我那么大个，拿着名字找乐。那我对不起您了，我给您更正吧。你得改。那应该怎么介绍您呢？栾云平，就说栾云平。嗯，各位更正一下，他叫栾云平，对，不是朱才怪，啊，这。严肃更正啊，不是朱才怪。你打住吧，栾云平，哎，不是朱才怪。对的，我绝对不是啊，各位，不是朱才怪，栾云平不是朱才怪。哎，要不然我还是不是，我还不是，你到底是不是朱才怪？您这名字太绝乎了。您名字都闹不清楚呢，你怎么？您呀、啊，就叫栾云平就完了。规规矩矩叫您栾云平。哎，小栾，这都蛮好啊。小栾，哎哎，今年多大岁数？26了。20多岁了。嗯，从这么高就喜欢听相声。是啊，听到现在了。哎，相声能说不好吗？好，郭德纲老师也好啊。我师父那相声大家呀。嗯，说的确实好。哎，我们德云社呢，在郭德纲老师的领导下，嗯，我们这个团伙呢，等于说，你这大年根的再给我们都送进去。怎么还会送进去呢？什么叫团伙啊？就是这组织。哎，团体。团体。哎，换个词儿。大家并不陌生了。啊，演员跟观众啊就是鱼水的关系。对。希望您有时间呢啊，要是有事儿啊，就来我们这儿听听相声。对对对。我们不光在这儿演出。还有别的地儿。几个小剧场。是。德云社剧场、张一元剧场、三里屯剧场，嗯，都在演出。啊，几乎每天都有。可不。有时间欢迎您去。是。那时候不愿意听相声。有不爱听的。就讨厌德云社的相声。哦，得腻歪咱这儿。不愿意听怎么办？嗯，我可不是吓唬您啊。嗯，如果说仨月。百来天。三个月您要是不听德云社的相声的话。不是怎么了？您再看您呢。不是怎么了？还那样。这不废话吗？不听相声可不还那样？那可不还那样。希望您来，嗯，但是那位说我乐意来，乐意来，没时间来，没功夫了，上班比较忙，嗯，这个怎么办呢？这有招吗？也好解决，什么办法？啊，您不是没时间吗？对呀、啊，谁都有朋友啊，您不来不要紧，那怎么办？您让您的朋友啊啊把票钱送来，您就可以不来了。行了，啊、这主意怎么样？行行行行，人上这捐款来了是不是？人跟票得来一样，不，那您管不着，管不着了。对、啊，各位自觉自愿，嗯，人还是乐意听听相声，是一乐有好处，有什么好处呢？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，二气均分，食归大肠，水入膀胱，增进饮食，益寿延年，身体强壮，嚯、哦，多大帮助！对身体健康有帮助。好好，观众听时间长了。相声迷了，哎，爱听，跟演员都认识。对对对，拿我们俩来说，咱俩这儿认识不少的观众朋友，是向观众朋友学习，嗯，取取经，那都是老师，丰富我们的节目。哎，今儿晚上，今天演出之前，嗯，刚跟观众朋友在一起吃的饭，哎，一块儿吃的，我们俩，啊、咱俩加上两位观众，嗯，一共四个人，四个人，很简单，是去的哪儿啊？哪儿哈？一个新疆馆，哎，这算个特色。去那儿啊，花了这么10000多块，嗯，吃完之后啊。咱给人店买下来了是怎么着？买人店干什么？四个人吃10000多块，观众朋友热情啊，怕咱抢着结账，是上那儿压柜压了10000块钱。哦，一结账呢，好像找给他9980多呀，是多少？我四个人就吃俩馕，
我哪知道花多少钱呢？那您别瞎说呀。没让咱请客。嗯。酒席宴前，观众朋友高兴。哎。跟我们聊起这个相声。是。非让我们干什么呢？干嘛？要让我们喝点酒。哎呦喝。可是我们演出有规定。对呀、啊。上场之前绝对不允许喝酒。这是纪律。铁的纪律。哎。观众非让怎么办呢？那是啊。你说不能驳观众面子。嗯。这边又是我们纪律。嗯。死推活推。实在没法子了，怎么办呀？找了一个折中的办法。什么招呢？我喝了这么多半杯那个什么皮尔茶爽。嘿，皮尔茶爽，还真有招。你说那不是酒，有啤酒味儿。对，说的是酒吧、啊、那开车都能喝、啊、这都没度数。哎，喝了这个观众也算高兴了。嗯，也让他喝。我这都不成，他连这都不能喝，是更甭说酒了。嗯，观众死推活推非得让他喝。我呢，栾云平没办法了。怎么办？喝了这么一瓶开塞露，喝完了他痛快了。我哪儿痛快了？我神清气爽。行行行啊，您说错了，人家那顾客人家开塞露，您跟服务员要的。什么呀，您听错了。他说的什么呀？露露露露，人说给开一个露露，开露露。嗯，开塞露差不多。我差多了，我是这一上边一下边的。就是那个塑料瓶那个吗？塑料瓶那个，下边圆上面尖那个吗？对对对，搅开了一喝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，反正就这个东西，哎，就是一铁桶的、啊、铁桶那个、啊、他喜欢喝这个、嗯，跟观众朋友在一起吃的那个新疆菜啊，哎，也是别有风味。嗯，你吃过吗？我吃过呀，啊、刚才吃的啊，别有风味。嗯，你个甭管吃什么菜啊，咱们中国人最讲究吃。对，中国有这么几大菜系吗？哎，有啊，几大菜系你知道吗？四大菜系。四大菜系，哎，都是什么呢？川、鲁、粤、淮、扬，这五个呢叫做四大菜系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发明这个人呢，他不识数。你倒是，你呀、啊，别编排人家了。我怎么编排呢？我跟你说，是不是川鲁粤淮扬？对不对吧？对，是不是四大菜系吧？对，那就完了吗、嗯？川鲁粤淮扬这五个呢，叫四大菜系。我家打住，我你也是二中的，我跟你说。哎，合着我们二中的，你别老歧视嘛。不是你、啊。川川鲁鲁粤粤淮扬，你给这俩算一个了呢？不是我算的啊，人淮扬菜、啊、算一个，就是淮扬菜系。是川菜大家都知道，嗯，以辣为主，对对对，以辣为主，哎、以麻当先、啊。这个川就是四川，四川四川菜啊。鲁是哪知道吗？鲁是山东啊。山东是鲁菜，嗯，粤菜大家比较熟悉，粤菜就是越南菜，啊。越南中国四大菜系，还有越南就是咱们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那当然，归了你了，是不是？我说了算吗？啊、不算。嗯，粤菜粤是广东那边，广东那个粤，哎，粤菜，还有就是淮扬菜。淮扬菜，甭管吃什么菜，你说这个美食家把中国所有的菜都吃过来，吃不过来，太难了，精力时间都有限。是，但是这玩意儿也分人。啊、哦，还有一比较了，有的人就行。谁呀、啊？他爸爸。我爸爸。栾云平的爸爸，嗯，冯大爷。这个事儿啊，你得打住吧你，这说多细致啊！栾云平他爸爸冯大爷，怎么栾云平姓栾，他爸爸姓冯啊？我没说你爸爸姓冯啊，不是，这不是你说的？你爸不叫栾大冯吗？不都叫冯大爷吗？没听说他叫栾大爷。哎，栾大爷，栾大爷，他爸爸就讲究吃，哎，爱吃。他爸爸是个美食家，对对对，不夸张的说啊，说栾云平的爸爸，嗯，天天吃饭离不开猪圈。这玩意儿、啊、我爸还美食家了是吧？你老拦着我，这吃饭跟猪圈，这多脏啊。你们家不是一个小个体户吗？是啊，养点的猪，那不是在顺义那边啊，拿这个卖钱，想吃什么买什么。哎，就指着这农场呢，美食家。嗯，但是他爸为人很低调。对对对，跟我一样、嗯、很低调，你知道吗？别跟你比，我也不老高调的、啊、为人低调，不好张扬。对 对, 对，有的人就不行。谁呀、啊、就不如他爸爸。您再说说谁呀、啊、谁？你父亲。我父亲不行啊。你父亲比你爸爸那就一天一地。不是，你等会儿啊。你怎么我又等会儿呢？我爸爸哎跟我、哎、你别答应行吗？答应就顺口答应。这给你做饭呢。你快快说。我爸爸我父这不一个人吗？俩人。怎么会俩人？你爸爸就是那个栾大冯，就是那个你那亲生的爸爸。什么叫亲生的爸爸呀？生你那爸爸 啊, 啊，你父亲呢就是你那个业余爸爸。业余爸爸就是还没转正呢，是吗？转不了正。什么叫业余爸爸？业余爸，相声界有这么句话，你还记得吗？哪句啊？叫做师徒如父子。有这句没有啊？有啊。所以你这个父亲就是你师父。
哦，嗨，郭德纲，您这么说不就完了吗？父亲的父字两点一撇一捺、嗯、师父的父字也是这个字。对对对。啊，有时候没人的时候见着郭德纲了，八杯，喊过没有？喊过。对不对啊？就是说你爸爸比郭德纲要强，郭德纲这人就不行。他怎么了？他怎么你不知道？郭德纲这人太不地道了。真敢说呀、啊、我。那还有什么不敢说的？以旧以旧了，对不对？郭德纲大家不了解。不是怎么了？你这我在这说说您就知道了。郭德纲大家都知道，跟我老乡。对啊，天津人。啊，对，我很早就认识他。是啊，现在他是火了。嗯，过去没火的时候您不知道。以前您要是哪位去过我们德云社那个后台，尤其夏天天的时候，热的时候，您看郭德纲什么形象？他干嘛呀？天天在后台谝自己，吃过见过穿过戴过。对啊，后台那个形象，夏天上身赤背，光膀子，小褂满脱，这凉快啊。下身穿那么一条一分裤。我师父后台就系一皮带。我跟你说，系皮带了。有一分裤吗？这是这样啊？不是一分裤，七分裤。我师傅还来七分裤，七分裤，或者说是大裤衩子啊！您大裤衩子，肥肥大大，后台还有一大躺椅，嗯，有写着郭德纲专用大躺椅，摆好了角度，往这这么一躺，这手还揉着核桃，嗯，这手拿着夜壶，茶茶壶，您可说清楚喽啊！是茶壶是夜壶？差不多就行，反正、啊、不，这还毕竟差，就那黄汤的那个都黄汤，黄汤的，黄就是茶茶壶茶叶壶、嗯、啊，非有这夜字是不是？搁茶叶那壶，茶壶，茶壶，哎，揉着核桃，拿着茶壶，这嘴啊，要没耳朵挡着，能撇到后脑勺去。哎，这得长多少牙呀？我说，哎，你怎么这么说你师傅呢？你以后不能这个样子。我半天就说一句，你说的都是这节骨眼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你也不打算干了，以后咱俩就天桥广场撂地去，好不好？行，甭提这个。揉着核桃，拿着茶壶。撇着大嘴，后台说话说天津话，对对，老家嘛，是啊。而且郭德纲这人呢，别看嗓子这么好，嗯，烟酒从来不限制啊，对，最爱抽烟，哎，好抽，一天得三盒烟，哎，有。别看烟这么勤，是啊，从来不买烟，不买，嗯，你就琢磨去吧。不是他抽烟不买烟，对了，这烟打哪儿来呀？徒弟多呀，为什么收这么些徒弟？这都是有用意的，就为要烟抽，还找你要了，你忘了？是那天你师傅正在那待着呢，喊你没有？喊了。栾云平，过来。你不知道啊，师傅您什么事啊？说天津话，有烟吗？他抽烟。对，师傅给您点上。玩去。哦，这就玩去了。轰走了。抽两口剩烟头了。嗯，赶紧踩灭。还得叫别人，老叫你不合适了。就是。改别人了。又改谁了？何云伟。我该我那师傅何云伟过来，何云伟不知哪儿的事儿，赶紧过来。师傅，你有什么事啊？过来跟我比比个啊！哈，您输了，哈哈！你这不得输一辈子吗？师傅，您吃饱了撑的是怎么着？就是、啊。有事儿没有啊？有烟吗？要烟。何云伟不抽烟。人不抽啊。师傅，您忘了，我根本就不会抽烟。人不沾这个。嘛玩意儿？怎么着？不会抽烟？不会。会埋烟吗？啊，买烟会是、啊、买去啊，就让人买去。哎，不抽烟不知什么牌子好。嗯，我们相声里有一段叫买卖论啊，有这买卖论。前面说到了大中华最好，嗯，他想起这茬来了。是、啊、到那烟摊80多块钱买一盒大中华拿回来了。师傅，您看这行吗？郭德纲一看，嘿，大中华还识货，我最爱抽这个。嚯！这钱不让你白花，干嘛呀？教你点能耐。哎，好。何云伟心花怒放，是几十块钱学点能耐，哎，值了，值了。嗯，师傅，您教我点什么能耐呀？什么能耐呀？那么着啊，啊，你掏2000块钱，掏2000、嗯。您教我能耐，我掏2000块钱，怎么又掏？这掏钱叫什么能耐？没说完了，你掏2000块钱啊，明天中午咱爷儿俩吃饭去，放心啊，出不去这2000块钱。点完这些菜，我把这都吃下去。嗯，我给你讲一讲。讲什么？讲讲这些菜啊，都叫嘛名字？何云伟心说：“我买本菜谱好不好？”就是2000块钱，我学这干什么呀？人家是学的相声。给你讲一讲是哪儿的菜，怎么个做法？不，掏钱。何云伟，你说给不给？你说不给，那是他师傅。是啊。说给，真心疼。那2000呀？正那犹豫着呢，
被我发现了。您知道这点您别嫉妒啊。怎么了？我得管您师傅喊师哥。那我嫉妒什么？我过去了，我说师哥，您让何云伟啊排练去，准备上场了，咱哥俩聊聊。我说师哥，您这太不像话了，天天往后台一坐，撇着大嘴，自己吃过见过穿过戴过吃过什么呀？你见过什么呀？想当初混不下去，剩一闭不机卖十块钱，不是你吗？嚯，就这么揭发呀？那都你良心发现时候说的，我告诉你吧。哎呀，现在有钱了，火了，忘了本了，是怎么着？我说这话，他感情不爱听，多新鲜啊！你这叫怎么说话？我真吃过见过，你别真吃过见过。这么办？不要吃饭去吗？嗯，甭跟他去，干嘛？咱俩去行不行？你们俩人行啊？跟谁吃饭不是吃？嗯，咱得说明白了。说，咱俩吃饭，谁给钱？你先说这个，谁给钱不好说。这么着，明天我吃什么你吃什么，我要什么菜你要什么菜，你要是跟我学一样了的话，饭钱我掏，不光我掏，额外的给你5000块钱。嚯，算我输给你了，还有小赌注。5000块钱对郭德纲来说不算什么。哎，对，可是白吃一顿饭又得5000，那不是好事吗？是啊。行，没问题，我跟你学一样了，你请我吃饭再给我5000块钱，说好了。转天中午我们俩就去了。嗯，光我们俩人不行，还得有找一公证人。哦，有一个裁判，找李菁跟我们俩人去。哦，李菁。我们这三个人吧，到哪儿吃饭呢？哪儿啊？饭馆名字叫做五星楼。哦，那儿。各位您不熟悉，是我们德云社呀，谁过生日啊，有个什么宴会舞的，都上那儿去。哎，都那儿。老板姓王，王经理。嗯，跟我们都认识。哎，进门我头一个啊。是啊。王经理过来了，有啊，高老师，您几位吃点什么呀？我说没有，今儿就我一人。这不都德云社？问问我们谁也不认谁。说完这句话我进来。啊，他就进去了。第二个郭德纲。我师父在后面。郭先生，您这三位一块，不不，就我一人。连一人啊，你后边那不是那李眼儿吗？对不对？我连外号都知道。刚才那是高老板，对不对？你们都一块，不不，今儿我们谁也不认得谁。说完了他也进来了。嗯，第三个就是李菁了。哎，李菁。王经理实在憋不住，是问李菁。问什么呢？李老师啊，这俩人怎么意思？李菁说了，别理他们，那都有病。你说他没病，我这有病，有病吧。嗯，进来之后我往这这么一坐，郭德纲隔一个桌子坐我对面，是李菁呢坐在当中这桌子这哦。我先跟李菁说话，我说师哥，您看这菜牌子，您自个儿吃什么您随便叫啊，一会儿您这个饭钱我给他请客，您是作陪的。哦，李菁一听高兴了，好啊，太好了，哎，给我来个盖饭吧。直说有人掏钱呀，他怕我多花钱。你瞧，把李菁这边打扮好了，郭德纲跟我俩人对脸坐着。嗯，我把这个王经理叫过来。哦，王经理，跟你说点事儿，咱这楼梯口那儿借一步说话，把他叫到楼梯口，掏出一根烟来，给点着了。王经理，求您点事儿，一会儿我要菜的时候啊，告诉您暗号。什么暗号？如果说我找您要热菜，嗯，不是热的，那是要凉的。哦，我说要热热的，这个呢，那就是冰镇的。嚯，记得住吗？我既是记得住，但是您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您甭管这点事儿，我托付您了。好，您放心吧。嘱咐完了，我们俩人回来了。啊，郭德纲得学呀。对呀，我叫走了，他也得叫。从现在开始了，王经理。过来，楼梯口有点事儿说。那还是那儿。王经理心说，早知不回来了，那儿等着去。二反头堂又去了。郭老师，什么事？坏了，怎么了？刚才是背着郭德纲说的。对呀、啊，我说的什么他没听见。嗯，这怎么办？郭德纲一想啊啊，没问题。怎么了？对了，我说什么他不知道。是啊，他说什么我也不知道。哦，对了，对，他是这么想，谁也不知道。王经理，那嘛，嗯。哦，没有嘛大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就是想问问你啊。问你媳妇结婚了吗？哎，郭老师，您挺大艺术家，您说这是什么话？就是不是这个问题啊。问还有另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您喝过藏秘排油吗？哎呀，行，怎么了你？别提这个，都下架了吗？不是抢购一空。行，老是这套词儿啊。怎么回事？你这是、有事没有？没事了，走吧。回来。怎么了？别走。干嘛？走吧。哦，这半截烟要过来了，两口又没了。嗯，王经理不知哪儿的事儿，是回来了。郭德纲往这一坐，我也坐下了。这时候我得要菜了。哎，对，开始了。王经理，您过来一下。嗯。今儿个天比较热。哎，我这汗呢出不来，浑身呢憋得骨头节疼。哟，别要什么菜了。您要干嘛？给我来一碗热汤面。哦、热汤面。要大碗的啊。嗯。
啊，好，一碗热汤面，别走。怎么？我可要热的啊！哦，给您来热的。嗯，我可要热热的。哈，您放心吧，保证给您来那热热的。这，说完这个，他明白了。哎，对，走了啊。刚要走，郭德纲又叫他。啊，汪经理过来，改我要了。这两天天比较热，是，而我这汗都出不来呢，我这汗横都扬着。养汗是不是？憋得我哎，浑身脑袋疼，这叫什么话呀？妈吧，不要菜了，给我来一碗热汤面。哦，一样。别走。干嘛？我可要热的啊！啊，热的，给您来热的。嗯，我可要热热的啊！嘿，您放心吧，啊，保证给您来热热的，热热的。两碗面汤啊，我煮不好了。是啊，热热的是冰镇的。嗯，一会儿的功夫先做得了，就是我这碗。您要的早啊！先要的。哎，往我跟前这么一摆。冒着挺高的凉气，郭德纲眼神不好，隔得又挺远，一看，嚯，这妈真够热的啊！离着也远，一会儿他那碗做得了。哦，大家都有这个常识，常识热气往上跑。对，他这嘱咐好了，热热的啊！大师傅把这锅里那油烧的滚开，嗯，浇在面上，上来之后冒这么高热气，嚯，摆他眼前了。哦，他眼前一碗热的，我眼前一碗冰镇的，就这么两碗。这个时候。他看着我，我看着他，所有吃饭的饭队都把筷子撂下了，嚯，不吃了，干嘛呀？看我们俩人直嘀咕，嗯，二哥，这俩人要干什么呀？这是要斗法还是怎么着？去，这节骨眼我站起来，把右手这袖子卷得挺高，拿这腿一踹凳子翅，给各位吃饭的饭队作一罗圈衣。诸位，咱们今天来到这个五星楼吃饭，大家都是有缘人。这个地方是首都北京，对，在这儿吃饭，不管吃的好吃的次吃的贵吃的贱，得吃出点学问，吃出点名堂来。嚯，看了吗，各位？干嘛呀？眼前这碗热汤面是给大家吃出点意思来。说着说着话，我把右手的袖子卷得挺高，大家注意，有个名堂，这叫五龙探海。我就伸到面里头。手一下去我就后悔了。怎么后悔了？这个凉啊，它冰镇的呀。紧跟着一翻腕子，拿出几根面条来，这叫海底捞月、啊、捞月一亮相，往腕子上一缠，这叫金丝缠腕、嗯、从腕子上抖落下来，往脖子上一绕，这叫枯树盘根。哇，从脖子上绕下来，往嘴里这么一续，这叫银丝入口呀。往嘴里一搁，后悔了。怎么又后悔了？太凉。是啊，我这胃又不好，哟，咽不下去，这扎得慌啊。我也有主意。您是搁嘴里先冰着，哦，含着，一会儿要是温了呢，我再往下咽，先捂捂。我动作结束了，就是啊。郭德纲都吓傻了，隔着桌上那么一看，呼，他妈怎么不怕热呢？哎，没问题，你来得了，我就来得了。是啊，你不怕烫。我就不怕烫，怎么呢？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哪句？郭德纲不怕开水烫。呀，什么文化？这不是这么说的。应该怎么说呀？那是，我也没听过。我说，没问题，弄来、嗯。他得学我呀。他也把右手的袖子卷得挺高，拿腿一踹凳子翅，给各位作揖。众位，咱们大伙儿都来这儿吃饭。慢点，村哪？什么叫寸呢？咱们大伙儿都是圆的，圆的，妈的，都是有缘的，都是有原因。哎，这地方是哪儿呢了？嗯，这叫首都北京。哦呵，你打算把首都搬牡丹江，你同样乐意吗？你说这干嘛呀？这是北京，是在这儿吃饭，甭管你吃的是嘛，嗯，得给大伙儿吃出点样来。对呀、啊，看见了吗？啊，哎，哎，什么？眼前这碗热汤面，嗯。热汤面啊，可是给大伙儿吃出点意思来。是吃啊，一咬牙把这右手袖子卷起来，大伙儿注意，这叫五龙探海呀。是，那多烫、啊、烫的五个手指的当时变成五根胡萝卜，嚯、哦，都肿了。赶紧从兜里拿出藏秘牌油来抹的。哎，有抹那个的吗？哎，你懂吗？能减肥就能消肿。不是那事儿，我在对面瞧着他呢。嗯，这要是不学，就算他输了。是啊，几千块钱不算什么啊，面子重要。对呀、啊，咬着牙也得来，这叫五龙探海。一翻腕子，揪出两根面条来，这叫海底捞月。哎呀，往胳膊上一缠，
这叫锦刺缠腕呐、啊！眼看着胳膊那燎泡就起来了，是烫的他呀！您琢磨琢磨，我在这儿学一学，您各位还乐？这可乐吗？当时我在他对脸坐着，我受得了吗？对，我也想乐，乐呀！想乐不敢乐，怎么？那是我们领导，哦，头儿，那不乐又想乐，他憋着，忍不住，是直吭哧，哦，吭哧，直这样。一吭哧可坏了，怎么了？我嘴里还含着一口面条呢。对呀、啊，这一吭哧，这两根面条打我鼻子眼上出去了呀。郭德纲一看急了，是吗？手里面条啪往地这么一扔，我告诉你高峰，嗯，没有你这样的。怎么了？你这是往死里挤着我。为什么呀？我这锦丝缠腕还没学会了啊，你那又二龙图序了。是啊。